噔噔，今天就是美好的摄影师啊，我叫文字，然后今天拍的很愉快，噔噔噔，就是这个文字老师给我拍的那个大片，还有隧道，嗯，然后待会还会给我拍好多精美的图片。这一位正在忙碌的老师就是我们的丁浩曾老师，特别的帅，虽然戴着口罩啊，然后那个就是今天我们会愉快的拍一天。I don't know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瑞塔黄希元。猜猜我今天来这么美丽的地方来干嘛呢？然后我今天呢是来拍我的第二支 MV《血色旅店》。欢迎光临，别担心它。我扮演的角色有好几个，本来导演是让我就是所有的角色都归我，比如说厨师啊、扫地的呀、清洁工啊什么的，但是我这次呢就是有一个两套的对嘴的造型，一套是这种就是帅帅的，怎么美怎么来，让我来替你脱下这外套，暂时你安放好，我们服务很周到，门锁当然会锁牢。如果你扮演，还有一个呢是一个探险的背包客，我们会就是晚上拍我们进门的一个过程，探险到这里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可能我被杀了，可能我怀孕了。其实有灵魂，很爽，感觉拍了一个片子加丧尸片。觉得这次的团队特别的专业，而且就是非常的细心，就是每一个画面都比我之前的要美太多。我之前拍的都是什么呀？然后就是每一个角度啊，或者是剧情啊，都会有设计的。不需要再将欲望隐藏好，你想要，他想要。现在是午夜的十二点半，你猜猜我在这里干嘛呢？烤火，并没有火。现在已经杀青了，对。然后今天晚上可以回去洗个好热水澡，热水澡，对。请大家期待一下我的全新 MV《血色旅店》。哎，可以关灯了，走了，来来来。